我得顶我那个四五个吧。我的意思是偷摸的那也有人管。你偷摸的不出事儿，你只要有人举报了，那我还要干啥？你交不起来的钱，一罚就几十万。是啊。后面人罚过一次了，他是把那个海参放到水，他家院子里的水里晾晒。哦。罚了5000块，FDA去罚了5000块。认证。嗯。